欧氏为王，氏不肯。使者五反，甚乃立宁陵君为魏王，遣之国。周氏为相。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：“周章军已破，秦兵且至，我守荥阳城不能下，秦军至必大败，不如少遣兵，足以守荥阳，西京兵迎秦军。今假王交，不知兵权，不可与计，非诛之，是恐败。因相与矫成王令以诛吴广，陷其首于胜。”甚使赐田臧，楚令尹应使为上将。田臧乃使诸将李圭等守荥阳城，自以经兵西迎秦军于敖仓。与战，田臧死，军破。章邯进击李圭等营阳下，破之，李圭死。阳城人邓说将兵居谈，章邯别将即破之。邓说走城。至人武逢将兵居许，章邯即破之。武逢亦走城。沈朱邓说沈出立时，邻人秦家至人董谢扶离人朱基时，取绿人正部徐人丁吉等皆特起将兵为东海守鱼潭。沈文乃使武平君判为将军兼潭下军。秦家自立为大司马，二蜀人告君。立曰：“武平君年少，不知兵事，勿听。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叛。章邯已破武逢，及城助国防军死。章邯又进击陈豨、张贺。PG 475。君胜出临战，君破，张贺死。腊月。”胜之汝阴，还至下城父，其欲装甲杀胜以降秦臧。当是曰隐王。胜故捐人将军吕成为苍头军，起新阳攻城。下之杀装甲，复以城为楚。初，胜令至人送刘将兵定南阳，入吴关。刘以训南阳，闻胜死，南阳复为秦。宋刘不能入武关，乃东至新蔡，遇秦军。宋刘以军降秦，秦传刘至咸阳，车裂刘以训。秦家等闻胜军败，乃立景驹为楚王，引兵之方于，欲及秦军计阴下。使公孙庆使齐王，欲与并立俱进。齐王曰：“成王战败，未知其死生。”楚安得不请而立王？公孙庆曰：“其不请楚而立王，楚何故请其而立王？且楚守势，当令于天下。”田丹杀公孙庆。秦左右校副功臣下之。吕将军走，缴兵复聚，与番道英部相遇，攻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复以城为楚会。向梁立怀王孙兴为楚王。陈胜王凡六月初为王，其故人常与雍根者闻之，乃知臣叩公门曰：“吾欲建设。”公门令欲复之，自辩数乃至不肯为通。胜出遮道而忽舍，乃召见载与归入宫，见殿屋为帐。客曰：“火射之为王审审者，楚人未多为火，故天下传之火射为王，由臣射使。”客出入狱亦发书言胜故情，或言客于无知，专妄言轻微，胜斩之。诸故人皆自隐去，由是无轻胜者。以诸房为中正，故武为思过。主司群臣诸将训的至令之不是者，细而罪之，以苛察为中，其所不善者不下吏，则自治。甚信用之，诸将以故不轻负，此其所以败也。
胜虽已死，其所至遣侯王将相晋王秦。高祖时为胜至首冢，余荡至今写实。王莽败，乃绝。相即自语，下乡人也。初起，年24。其继父梁，梁父即楚名将项燕者也。家世楚江，封于项，故姓项氏。PG 476。极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，学剑又不成，去。梁怒之。即曰：书足记姓名而已，见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耳。于是量其其意，乃教以兵法。即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进。梁常有力阳逮，请其御院曹旧书抵力阳御史司马欣，以故事皆已。梁常杀人，与疾必仇无终。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，每有大咒亦即丧。梁常主办，因以兵法布勒宾客子弟，以知其能。秦始皇帝东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即观，即曰：彼可取而代也。梁掩其口曰：吾妄言，足矣。梁以此其疾，疾长八尺二寸，力扛鼎，才气过人。吴中子弟皆惮疾。秦二世元年，陈胜起。九月，会稽假首通宿贤良，乃诏与济事。良曰：方今江西皆反秦，此亦天亡秦时也。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首叹曰：闻夫子楚江世家，为足下耳。梁曰：吾有其事还楚，亡在泽中，人莫知其处，独及知之。梁乃借及持剑居外室。梁复入，与守语曰：请召集，使受令。召横楚及人，梁炫即曰：可行矣。即遂拔剑及斩首。梁持首头，佩其应受，门下惊扰，即所及杀数十百人，府中皆折服，莫敢复起。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力，欲以所为，遂举吴中兵，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八千人，部署豪杰为校尉。后司马有一人不得官，自言梁曰：某时某丧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办，已故不认功。众乃皆服。梁为会稽将，即为皮将，训下县。秦二年，广陵人赵平为陈胜训广陵，未下闻陈胜败走。秦将章邯且至，乃渡江剿陈王令，拜梁为楚上柱国，曰：江东已定，即引兵西击秦。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，闻陈英已下东阳，使史玉与联合据西。陈英者，故东阳令史，居县宿姓为长者。东阳少年杀其领，相聚数千人，欲立长，无事用，乃请陈英。英谢不能，遂强力之，县中从之者得二万人，欲立。PG 477。因为王，义军仓头特起。因母谓因曰：自无为乃家父，文先故未曾贵。今报的大名不详，不如有所属，是陈游的封侯，是拜义以王，非是所指名也。因乃不敢为王，为其君立曰：项氏世世江家，有功于楚，今欲举大事，非将其人不可。我以民族，王秦必矣。其众从之，乃以其兵属梁。梁度淮英部，蒲将军亦以其兵属燕，凡六七万人，军下邳。是时，秦家以立景居为楚王，军彭城东，欲以拒梁。梁谓
君立曰：“成王守势，战不利，未闻所在。今秦家被成王立景居，大逆王道，乃引兵及秦家。家军败走，追至胡陵。家还战一日，家死，军将景居走死梁地。梁以并秦家军，军胡陵，将引而西。章邯致力，梁使别将朱姬时，于樊军与战，于樊军死，朱姬时败，亡走胡陵。梁乃引兵入薛，诛朱姬时。梁遣使与别攻襄城，襄城坚守不下，以拔皆坑之，还报梁闻成王定死，召诸别将会薛济事。时沛公亦从沛往居朝人范增年七十，素好奇计，往说梁曰：“臣胜败故当。夫秦灭六国，楚罪王罪，自怀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怜之至今，故难以称曰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今臣胜守势，不立楚后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封起之将皆征复君者，以军事事楚将，唯能复立楚之后也。于是梁乃求楚怀王孙兴，在民间为人牧羊，立以为楚怀王，从名望也。臣因为上柱国，封吴县，与怀王都虚台。梁自号武信君，引兵攻抗父。初，章邯既杀齐王田丹于临淄，田贾复自立为齐王。丹帝戎走保东阿，章邯追为之。梁引兵救东阿，大破秦军东阿。田戎即引兵归，逐王贾，贾王走楚，相田角王走赵。角地忙故将居赵不敢归。田戎立丹子氏为齐王。梁己破东阿下军，遂追秦军。数使使去齐兵据西。戎曰：“楚杀田甲，赵杀田角。”田忙乃发兵。梁曰：“田甲与国之王，穷来归我，不忍杀。”PG 478。赵亦不杀角，忙以示于齐。齐遂不肯发兵助楚。冉使与羽沛攻别攻陈阳，屠之。西破秦军濮阳东，秦兵收入濮阳。沛公与攻定陶，定陶未下，去西略的至雍丘，大破秦军，斩李由。还攻外黄，外黄未下。梁起东阿，彼至定陶，再破秦军，与等又斩李由，亦亲秦有交色。宋义见曰：“战胜而将交促惰者败，今少惰矣。秦兵日益，臣为君谓之。”梁不听，乃使宋义于齐，道欲其使者高临军险，曰：“公将见武信君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亦曰：“臣论武信君，君必败。公徐行则免，即行则即祸。”秦果悉起兵役。章邯、叶贤梅及楚，大破之定陶，梁死。沛公与羽去外黄，公陈留，陈留坚守不下。沛公与相与谋曰：“今梁军败，士卒恐。”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。吕臣军彭城东，与军彭城西，沛公军党。章邯已破梁军，则以为楚的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北击赵，大破之。当此之时，赵歇为王，陈余为将，张耳为乡，走入巨鹿。陈秦将望离，涉嫌为巨鹿，章邯军其南，筑甬道而疏之粟。陈余将簇数万人军据路北，所谓河北军也。宋义所欲其使者高陵军显见楚怀王曰：“宋义论武信君必败。”数日果败。
君未战先见败征，可谓之兵矣。王召宋义与季氏而说之，因以为上将军，与为鲁公，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。诸别将皆属，号卿子冠军。北救赵，至安阳，留不进。秦三年，与魏宋议曰：“今秦军为巨鹿，即引兵渡河，楚及其外，赵应其内，破秦国必矣。”宋议曰：“不然，夫伯牛之盟不可，以破失。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罢，我乘其弊；不胜，则我引兵。古行而息，必举秦矣。故不如先斗秦赵。夫及精锐，我不如公，作运筹策，公不如我。”因下令军中曰：“猛如虎，横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令者，皆斩。遣其子相相齐，申宋之无。” PG479。 言饮酒高会，天寒大雨，士卒动机。语曰：“将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。今遂积民平，促食半书，君无见粮，乃饮酒高会。不引兵渡河，应赵时与并立及秦，乃曰：‘臣其弊，夫以秦之强攻心造之赵，其势必举赵。赵举秦强，何必之臣？且国兵心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属将军，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而徇私，非社稷之臣也。与臣朝上将军宋义及其帐中斩一头。”出令军中曰：“宋义与其谋反楚，楚王应令及诛之。诸将折服，莫敢之无。”皆曰：“守立楚者，将军家也。今将军诸乱，乃相与共立与为假上将军，使人追宋义子，及知其杀之，使还楚报命于王。王因使使立与为上将军，与以杀卿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名闻诸侯。乃遣当阳军仆将军将卒二万人渡河救巨鹿，战少力，臣于父请兵，与乃西引兵渡河，以渡皆战船，破釜赠，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事事毕，死无骸心。于是至则为王离，与秦军遇久战，决勇道，大破之，杀苏角、鲁王离，涉嫌部将，自烧杀。当世时，楚兵官诸侯，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，莫敢纵兵。及楚及秦，诸侯皆从壁上观。楚战士无不一当时，呼声动天地，诸侯军人人坠恐。于是楚以破秦军，与见诸侯将入辕门，西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与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兵皆属焉。章邯军及元与军章南相持未战，秦军数却，二世使人让章邯。章邯恐，使常使心请示，至咸阳，留司马门三日，赵高不见，有不信之心。常使心恐，还走，不敢出故道。赵高果使人追之，不及。心至军，报曰：“是王可为者，相国赵高专，国主断，今战而胜，高即无功，不胜，不免于死。愿将军熟记之。”臣于意以章邯书曰：“白起为秦将，南并隘，引北坑马伏，攻城略地，不可胜计，而促赐死。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于中的数千里，进斩扬州。何者？功多，秦不能封。”因 PG480。
以法诛之。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，所亡师以十万数，而诸侯并岂资亦多。彼赵高素于日久，今事急，亦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诛将军以色责，使人更待以脱其祸。将军居外久，多内隙，有功一诛，王功一诛，且天之亡秦，无余志皆知之。今将军内不能执剑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立而欲长存，岂不哀哉？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，南面称孤，手与身服服职，妻子为禄乎？章邯狐疑，因使后使臣使欲，欲曰：曰未臣与使仆将军引兵渡三户，军章南与秦战，再破之。与西引兵及秦军污水上，大破之。韩使使见与欲曰：与赵军力谋曰粮少，欲听其曰军力皆曰善。欲乃与盟环水南阴虚上，以盟张。韩见与刘替为言赵高，欲乃立章邯为雍王，至军中使常使新为上将，将秦军行前。汉元年，与将诸侯兵三十余万，行略的至河南，遂西到新安。一时诸侯力促姚义屯戍过秦中，秦中遇之多王壮及秦军将诸侯，诸侯力促陈胜奴虏使之，轻者辱秦力促。力促多窃言曰：张将军等诈吾蜀将诸侯，今能入关破秦，大善，即不能，诸侯虏吾蜀而东，秦又尽诸吾父母妻子，诸将为闻其计，以告与。与乃召英布仆将军计曰：秦力促上众，其心不服，至关不听，势必为不如及之。独与章邯、常使新都未易入秦，于是夜即坑秦军二十余万人，至函谷关，有兵守不得入。文沛公以图咸阳，与大怒，使当阳军即关。与遂入至细西鸿门，文沛公欲王关中，独有秦府库珍宝。亚父范增亦大怒，劝与及沛公想事，旦日合战。与继父相伯速善张良粮食从沛公，相伯夜以与粮粮与俱见沛公，因伯自解于语。明日沛公从百余骑至鸿门谢雨，自陈封秦府库，海军霸上以待大王，闭关已被他盗，不敢被得。雨亦既解，范增欲害沛公，赖张良，烦怪得免。语在高纪 PG 481。后数日，语乃屠咸阳，杀秦将王子婴，烧其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，收其宝货，掠妇女而东。秦民失望，于是韩申说语曰：关中祖山带河，四塞之地肥饶，可都以薄。语见秦宫室皆已烧残，又怀思东归，曰：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。韩申曰：人为楚人目侯而冠，果然。与闻之，斩韩申。初，怀王与诸将曰：先入关者亡其地。与既备曰：使人质命于怀王。怀王曰：如曰。与乃曰：怀王者无家无姓，君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专主曰：天下初发难，假立诸侯，后以伐秦。然身披坚执锐首饰，暴露于野三年，灭秦定天下者，皆将相诸君与吉利也。怀王王公，故当分其地王之。诸将皆曰：善。与乃扬尊怀王为义帝，曰：古之王者，地方千里，
必居上游。喜之长沙，都称乃分天下以王诸侯。与与范增一沛公，夜以讲解，又恶备曰：恐诸侯叛之，因谋曰：八蜀道险，秦之千民皆居之。乃曰：八蜀邑关中地，故立沛公为汉王。王八蜀汉中，而参分关中。王秦降将以拒塞汉道，乃立章邯为雍王。王咸阳以西，常使司马兴，故立杨玉立，常有德于良，都尉董翳，本劝章邯将，故立兴为塞王。王咸阳以东至河，立翳为狄王。王上郡，西魏王豹为西魏王。王河东挟丘公生阳者，张耳必成也，先下河南，迎楚可上，立阳为河南王。赵将司马仰定河内，数有功，立仰为殷王。王河内喜赵王歇王代，赵相张耳素贤，又从入关，立为常山王。王赵地当阳君，殷部为楚将，常冠军，吏部为九江王。藩君吴瑞率百越左诸侯，从入关，立瑞为衡山王。义帝柱国共敖江兵及南郡，功多，因立为临江王。喜燕王韩广为辽东王。燕将臧荼从楚救赵，因从入关，立荼为燕王。喜齐王田是为胶东王。齐江田都从共救赵，入关，立都为齐王。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，与方渡河救赵，安下济北数城，引兵降雨。 PG482 立安为济北王。田荣者被梁不肯助楚及秦，已故不得封臣。余弃将应去，不从入关。然素闻其贤，有功于赵，闻其在南皮，故因还封之三县。藩君将梅宣功多，故封十万户侯，与自立为西楚伯王。王良楚地九郡都彭城，诸侯各救国。田荣闻与喜齐王室交东，而立田都为齐王，大怒，不肯遣。视之交东，因以其反迎击都，都走楚。是谓与乃王之交东救国。荣怒，追杀之即墨，自立为齐王。与彭越将军应，令反梁地，越乃即杀济北王田安。田荣遂并望三齐之地，时汉王还定三秦，与文汉并关中，且东齐梁叛之，大怒，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拒汉，令萧公角等及彭越，越败萧公角等。十张良训韩，一向王书曰：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东。又以齐梁反书以语，语以此故吴西邑，而北及齐征兵九江王部，不称疾不行，使江将数千人往。二年，与因使九江王部杀义帝臣于使张同下说说齐王。荣曰：项王为天下宰，不平今晋王故王于丑的，而王群臣诸江善的，逐其故主。赵王乃北居代，予以为不可。闻大王起兵，且不听不义，愿大王资于兵，使及长山，以复赵王，请以国为汉币。齐王许之，因遣兵往陈于西三县兵，与其并立即长山，大破之。张耳走归汉，陈于迎故赵王歇反之赵。赵王因立于为代王，与至陈阳。田荣亦将兵会战，荣不胜，走至平原，
平原民杀之。与遂北烧夷其城郭室屋，皆坑匠卒细虏，老弱妇女，殉其至北海，所过残灭。其人相聚而叛之。于是田戎地横收的王卒数万人，反陈阳。与殷留连战未能下。汉王解五诸侯兵，凡56万人，东伐楚。与闻之，即令诸将集齐，而自以精兵30000人南从鲁出胡陵。汉王皆以破古城，收其货物美人，日至九高会。与乃从萧城及汉军而东，至彭城。日中，大破汉军。汉军皆走，破之谷泗水。汉军皆南走山。PG 483。楚又追及至临辟东睢水上，汉军却为楚所计，多杀。汉卒时余万皆入睢水，睢水为不流。汉王乃与数十骑遁去。与在高济太公吕后兼求汉王，反欲楚军。楚军与归，与长治军中。汉王稍收散卒，萧何一发关中卒西益荥阳，战荆所歼，败楚。楚已故不能过荥阳而西。汉军荥阳，筑甬道，取敖仓石。3年，与数集绝汉甬道，汉王时伐，请和，割荥阳以西为汉。与欲听之。立阳侯范增曰：“汉意与耳，今不取，后必毁之。”与乃征为荥阳。汉王患之，乃与陈平金40000金以兼楚军。陈与在陈平传。项羽已故疑范增，稍夺之权。范增怒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归。”行未至彭城，居发被死。于是汉将计信诈为汉王出将，以狂楚军，故汉王的与数十骑从西门出，令周苛、聪公为报守荥阳。汉王西入关收兵，还出晚夜间与九江王秦步行收兵。与闻之，即引兵南。汉王坚壁不与战。是时彭越渡睢，与项申、薛公战不披，杀薛公。与乃东及彭越。汉王亦引兵北军陈高。与以破走彭越，引兵西下荥阳。陈亨周科杀聪公，鲁韩王信进为陈高。汉王跳独与腾公得出北渡河，至修武，从张耳、韩信、楚遂拔陈高。汉王的韩信军刘芷、史卢绾、刘贾渡白马金入楚的左彭越共击，破楚军雁郭西，烧其积聚，攻下梁的10余城。与闻之，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：“谨守陈高。”及汉欲挑战，胜无与战，勿令的东而已。我15日必定梁的，复从将军。于是引兵东。4年，与及陈留，外黄，外黄不下。数日降，与西令男子。年15以上一城东，欲坑之。外黄令舍人而年13，往说与曰：“彭越强劫外黄。”外惶恐，故且降，待大王。大王至，又接坑之，百姓岂有所归心哉？从此以东，梁的10余城皆恐，莫肯下邑。与然其言，乃设外惶当坑者。而东至睢阳，闻之皆真。PG 484。下汉果树挑除军战。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。5、6日，大司马怒，渡兵泗水，卒半渡，汉急，
大破之，进得楚国金玉货路。大司马厩常时心皆自井泗水上，就顾其御苑，心顾塞王与信任之。与至睢阳，闻厩等破，则引兵还。汉军方为中离莫于荥阳东，与军至，汉军未楚，尽走险阻，与义军广武相守，乃为高祖至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“今不及下，吾恨太公。”汉王曰：“吾与若据北面受命怀王，约为兄弟，吾翁及汝翁，必欲恨乃翁，幸分我一杯羹。”与怒，欲杀之。项伯曰：“天下事未可知，且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，但亦怨耳。”欲从之，乃使人谓汉王曰：“天下汹汹，徒以吾两人，愿与王挑战，决雌雄，吾徒霸天下父子为也。”汉王笑谢曰：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”与令壮士出挑战。汉有善骑射曰：“楼烦，楚挑战三合，楼烦折射杀之。”与大怒，自备甲持戟挑战。楼烦欲射，与田木斥之。楼烦目不能视，手不能发，走还入壁，不敢复出。汉王使坚问之，乃与也。汉王大惊，于是与汉王相与邻广武坚而语。汉王数与十罪，与在高祭，与怒伏弩射伤汉王。汉王入城高时，彭越数反梁的绝楚粮食，又韩信破齐，且欲击楚，欲使从兄子向他为大将，龙且为皮将救齐。韩信破杀龙且，追至陈阳，虏齐王广，信遂自立为齐王。与闻之，恐使无赦，往说信。与在信传时，汉关中兵一出，十多，与兵十少。汉王使侯公说与，与乃与汉王曰：“中分天下，割鸿沟而西者为汉，东者为楚，归汉王父母妻子，以曰与解而东。”五年，汉王进兵追与，至故陵，复为与所败。汉王用张良计至齐王信，见陈侯彭越兵及刘甲入楚的，为寿春打。PG 485。司马周英叛楚，举九江兵随刘甲、迎秦部与齐、梁诸侯皆大会，与毕垓下，军少食尽。汉率诸侯兵为之数众，与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乃惊曰：“汉皆以得楚乎？是何楚人多也？”起引帐中，有美人姓于氏，常姓从，骏马名追，长骑，乃悲歌康凯，自为歌诗曰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追不逝，追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？”歌数曲，美人何之。与泣下数行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于是与遂上马，系下其从者八百余人，夜直溃为南出池。平民汉军乃绝之，令其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与。与渡淮，其能数者百余人。与至婴陵，迷失道，问一田父，田父给曰：“左左，乃陷大泽中，以故汉追及之。”与父引而东，至东城，乃有二十八骑追者数千，与自渡不得脱，谓其骑曰：“吾骑兵至今八岁矣，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及者服，未尝败北，遂博有天下。然今猝困于此，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今日故决死，
愿为诸君快战，必三胜，斩将爱其，乃后死，使诸君知吾非用兵罪，天亡我也。于是引其其因四颓山而为环城外相，汉其为之数众。与谓其其曰：吾为公取彼一江，令四面其池下，其山东为三处。于是与大呼池下，汉军皆披靡，遂杀汉一江。是时杨喜为狼骑追羽，羽还斥之，喜人马俱惊，匹亦数里，与其骑会三处。汉军不知羽所居，分军为三，复为之。羽乃驰，复斩汉一都尉，杀数十百人，复聚其骑，亡两骑。乃谓其曰：何如？其皆服曰：如大王言。于是羽遂引东，欲渡乌江。乌江亭长以船呆，谓羽曰：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十万，亦足王也。愿大王即渡。今独臣有船，汉军至，王已渡。羽笑曰：乃天亡我，何渡？为且即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而西，今王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。 PG486 怜而亡我，我何面目见之哉？纵彼不言，即独不愧于心乎？谓亭长曰：吾之公长者也，吾骑此马五岁，所当无敌，长一日千里，吾不忍杀，以次功。乃令其皆去马，不持短兵接战，与独所杀汉军数百人，与亦被十余创。故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：若非无故人乎？马童面之，指王亦曰：此项王也。与乃曰：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亿万户，无为功德，乃自尽。王亦取其头，乱相揉倒，真与相杀者数十人。最后杨喜、吕马同、郎中吕胜、杨武各得其一体，故分其地以封五人，皆为列侯。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古城，诸相之属皆不诛，封相伯等四人为列侯，赐姓刘氏。赞曰：其假生之过秦，曰：秦孝公惧尧韩之故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守而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，并吞荒之心，当世时也。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根之，修守战之备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既没惠文武，昭襄蒙故业，因一策难取汉中。西举巴蜀，东割高于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若秦，不爱争气重宝肥饶之地，以治天下之事，何从地交？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贤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，曰从离衡、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魏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贺之属为之谋，其名周醉、陈轸、赵华、楼缓、狄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。吴起、孙膑、戴他、梁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治其兵，常以十倍之的百万之军仰观而攻秦。秦人开关掩敌，九国之师顿寻而不敢进。秦吴王使一族之废，而天下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。 PG487 争割地而入秦，秦有余力而治其弊，追王逐北，伏尸百万，留
写飘鲁，因历成变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诗集孝文，庄襄王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王室。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。诸侯履至尊而至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笞天下，威震四海。南曲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。百越之君跳首戏景，违命下吏。乃时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。而牧马是不敢弯弓而抱怨。于是废先望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于前守。堕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削封堤筑，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名。然后建华为臣，因河为池，举一丈之城，临不测之川，以为固。良将尽弩，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臣立兵而谁贺？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心为关中之故，京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始皇既没余威，震于殊俗，然而陈涉瓮有神书之子，蒙立之人，迁徙之徒也，才能不及中庸，非有仲尼、莫翟之之陶朱、伊顿之父，蹑足行伍之间，而免其阡陌之中，率罢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何？项应、嬴良而景从，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足矣。且天下非小，若也雍州之地，尧、韩之故，自若也臣设之位，不耻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魏、中山之君，租幽数京，不敌于勾稽、长沙，士数之众，不抗于九国之师，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囊识之士地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，何也？是使山东之国与陈涉、杜长偕大，比权量力，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置万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，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尧韩为公，一夫作难而七妙堕生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矣。 PG 488 也。周深亦有言，舜盖众童子，项羽又众童子，岂其苗裔邪？何其心之暴也！夫秦失其政，陈涉守南，豪杰风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胜数。然与非有进寸，陈氏拔其龙母之中，三年遂将五诸侯兵灭秦，分裂天下而威海内，封立王侯，镇纣与出，号为伯王，位虽不中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即与被关怀楚，放逐异地，而怨王侯叛己，难以自今攻伐，奋其私志而失古，使霸王之国，欲以力争经营天下，五年卒亡其国，生死东城。上的觉悟，不自责过失，乃引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，岂不谬哉？ PG 489卷三十二，张耳臣于传第二。张耳，大梁人也，少时即为公子无忌为客，常亡命由外皇。外皇妇人女甚美，拥奴其夫，王抵复客。复客谓曰：“必欲求贤夫，从张耳。”女听，为请爵，嫁之。女家后奉给耳，耳已故至千里客，换为外皇令。陈余亦大良人，好如树。由赵苦行，妇人功臣事以其女。其之。
余年少，父侍耳，相与为稳景交。高祖为布衣时，常从耳游。秦灭魏，购求耳千金，余五百金。两人便名姓，俱之臣，为礼监门。历常以过吃鱼，鱼欲起，耳设使受吃。历去，耳数之曰：“使吾与公言何如？今见小辱，而欲死一粒乎？”余谢罪。臣设起其至臣耳，余上夜设，设及左右身平数闻耳，余先见大喜。陈豪杰说设曰：“将军被兼执锐，率士卒以诛暴秦，复立楚社稷，功德以为王。”陈涉问两人，两人对曰：“将军田木张胆，出万死不顾之计，为天下除残。今使至臣而王之，是天下思。愿将军无望，即引兵而西，遣人立六国后，自为庶党。如此，也无交兵，诛暴秦，据咸阳以令诸侯，则地业臣矣。今独望臣，恐天下解也。”赦不听，遂立为王。二余父说陈王曰：“大王心良，楚务在入关，未及收河北也。臣常游赵，知其豪杰，愿请其兵略赵地。”于是陈王许之，以所善臣人五成为将军，而余为左右校尉，与卒三千人，从白马渡河至诸县，说其豪杰曰：“秦为乱政略行残 PG 490，灭天下，北为长城之意，南有五岭之术，外内骚动，百姓罢弊，投贿积敛，以供军费，财匮力尽，众以苛法，使天下父子不相聊。今成王奋必斥天下畅使，莫不相应，家自为怒，各报其怨，现杀其领臣，郡杀其守卫。今以张大楚、王臣、使吴广、周文将促百万西及秦，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，非人好也。夫因天下之利而攻无道之君，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业，此一时也。”豪杰皆然其言，乃行收兵，得数万人，号武信军，下诏十余臣，余皆臣守莫肯下，乃引兵东北及范阳。范阳人蒯通说其领徐公将武信军，又说武信军以侯应封范阳令，与在通转。赵帝闻之，不战下者三十余城，至邯郸。尔余闻周章军入关，至细阙，又闻诸将为成王训的，多以谗毁得罪诸愿成王不以为将军，而以为校尉，乃说武臣曰：“成王非必立六国后，今将军下诏数十臣，独借居河北，不望吾以填之。且成王听谗还报，恐不得脱于祸，愿将军无失时。”武臣乃听，遂立为赵王，以余为大将军，尔为臣相。使人报陈王，陈王大怒，欲禁足武臣等家，而发兵击赵。相国防军谏曰：“秦魏王今又诛武臣等家，此身一秦也。”不如因而贺之，使即引兵西击秦。陈王从其计，袭系武臣等家。宫中封儿子敖为成都军，使使者贺赵去兵西入关。尔于说武臣曰：“王王赵非楚意，特以计贺王。楚以灭秦，必加兵于赵。愿王无西兵，北训燕、代、南收河内以自广。赵南巨大，河北有燕、代、楚虽胜秦，必不敢制赵。”赵王以为然，因不惜兵，
而使韩广略宴，李良略长山，张衍略上党。韩广至宴，宴人因立广为燕王。赵王乃与尔于北略的宴。解：赵王兼出，为燕君所得。燕求之，欲与分地。使者往燕，折杀之，以故求地。尔于患之。有司养促谢其舍曰：“无为。”二公说燕，与赵王载归。舍中人皆笑曰：“使者往十倍皆死。”PG 491。若何以能得王？乃走燕壁。燕将见之，问曰：“之诚何欲？”燕将曰：“若欲得王耳。”曰：“君之张耳，除于何如人也？”燕将曰：“贤人也。”曰：“其志何欲？”燕将曰：“欲得其王耳。”赵促笑曰：“君未知两人所欲也。夫五臣，张耳、陈馀、仗马追下赵数十乘，亦各欲南面而亡。夫臣之与主，岂可同日到哉？故其事初定，且以长少先立五臣，以持赵心。今赵地已服，两人亦欲分赵而亡，实未可耳。今君求赵王，念此两人名为求王，时欲宴杀之，此两人分赵而亡。夫以一赵上意，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切，而则杀王灭燕亦矣。燕以为然，乃归赵王。养卒为御而归。李良已定长山，还报赵王。赵王复使梁略太原，至时已秦兵塞井行，未能前。秦将诈称二世使使宜良书不封，曰：“梁常是我的显性，臣能反赵为秦，赦梁罪，贵梁。”梁的书一不信，知邯郸亦请兵，未至，到逢赵王解，从百余骑。梁望将以为王，伏夜道旁。王解罪，不知其将，使其谢梁。梁素贵，起残其从官。从官有一人曰：“天下叛秦，能者先立。且赵王素出将军下，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，请追杀之。”梁以的情书欲反赵，未决，因此怒，遣人追杀王解，遂袭邯郸。邯郸不知，亦杀五臣。赵人多为耳与耳目者，故得脱。初，收兵得数万人。客有说耳余曰：“两军羁旅，而欲复赵，难可独立。立赵后，辅以义，可救功。”乃求得赵歇，立为赵王，居信都。李良进兵及余，余败梁。梁走归章邯。章邯引兵至邯郸，皆系其名河内，移其城郭。尔与赵王歇走入城路城，王离为之。于北收长山兵，得数万人，军据路北。章邯军据路南及原驻。甬道属河，享王离。王离兵十多，急攻巨鹿。巨鹿城中十境，尔数十人召于，于自度兵少，不能敌秦，不敢前。数月，尔大。PG 492。怒，怨于，使张衍、陈氏往让于曰：“使吾与公为稳近交，今王与尔旦暮死，而公拥兵数万，不肯相救，胡不负秦俱死？且时有一二相权。”余曰：“所以不惧死，欲为赵王张君报秦。今惧死，如以肉喂虎，何意？”张衍、陈氏曰：“事已急，要以惧死立信，安之后虑？”余曰：“无故以无益。”乃使五千人令张衍、陈氏先尝秦军，至皆没。当世时，燕、齐、楚闻召集，皆来救。
张敖一北收带的万余人来，皆避于旁。项羽兵数绝张邯勇道：“王离军伐时，项羽西引兵渡河，破张邯军。诸侯军乃感激秦军，遂虏王离。于是赵王歇，张耳得出巨鹿，与于相见，则让于问张衍臣是所在。于曰：衍是以必死则臣，臣使将五千人先尝。秦军皆没耳不信，以为杀之。数问于，于怒曰：不义，君之望臣身也，岂以臣众去将哉？乃脱解应授于耳，耳不敢受。于其如策，客有说耳曰：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今臣将君与君应受，不受反天不祥，即取之。尔乃佩其印，收其麾下。于还亦望尔不让，驱出。尔遂收其兵。于独与麾下数百人之和尚则终于列。由此有隙。赵王歇复居信都。尔从项羽入关。项羽立诸侯，尔雅游，多为人所称。项羽素一闻尔贤，乃分赵立尔为常山王，至信都。信都更名相国。余客多说项羽、陈馀、张耳一体有功于赵。羽以余部从入关，闻其在南皮，即以南皮旁三县封之。而系赵王歇王代尔之国，余越怒曰：尔与愚公等也，今尔王于独侯，即齐王田荣叛楚，余乃时下说说田荣曰：项羽为天下宰不平，晋王诸将善的，喜故王王恶的，今赵王乃居代，愿王假臣兵，请一南皮为汉壁。田荣欲树党，乃遣兵从余。于西三县兵袭常山王耳，耳败走，曰：汉王与我有故，而项王强立我。 PG 493。 我欲之楚干公曰：汉王之入关，五星聚东景，东景者秦分地，先至必亡。楚虽强，后必属汉，耳走汉，汉意还定，三秦方为章邯废丘。尔夜汉王，汉王后遇之，余以败尔，皆收赵地，迎赵王于代，复为赵王。赵王得余，立以为代王。余为赵王弱，国初定，留复赵王，而时下说以相国守代。汉二年，东及楚，使告赵，欲与俱。余曰：汉杀张耳乃从。于是汉求人类耳者，斩其头以余。余乃遣兵助汉，汉败。于彭城西，余一闻耳诈死，即被汉。汉遣耳与韩信急破赵景行，斩于止水上，追杀赵王歇相国。四年夏，立耳为赵王。五年秋，耳薨，谥曰景王。子敖嗣立为王，上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王后。七年，高祖从平城过赵，赵王旦暮自上时，体甚悲，有子叙礼。高祖积聚骂力，甚慢之。赵相冠高，赵五年六十余，故尔客也，怒曰：吾望禅王也。说敖曰：天下豪杰并起，能者先立，今王是皇帝圣功，皇帝欲王无礼，请为王杀之。敖蹑其指出血曰：君何言之物，且先望亡国，赖皇帝的父国，得留子孙，秋毫皆地利也，愿君无复出口。冠高等十余人相谓曰：吾等非也，吾望长者不备德，且吾等亦不辱。今帝辱我望，
故欲杀之，何乃巫王为？是臣归王，是拜独身坐。二八年，上从东原过。冠高等乃鄙人伯人，要之至策。上过，欲速心动，问曰：“县名为何？”曰：“伯人。”伯人者，破于人，不速去。九年，冠高愿加之其谋，告之。于是上逮捕赵王诸反者，赵武等十余人皆真自尽。冠高独怒骂曰：“谁令公等为之？今王实无谋，而并捕王，公等死，谁当白王不反者？”乃见车舆。PG494。王亦长安。高对玉曰：“独吾孰为之？王不知也。”立榜吃数千，赐封新，身无完者，终不复言。吕后属言张王以鲁元故，不宜有辞。上怒曰：“使张敖据天下，岂少乃女乎？”廷尉矣。冠高辞闻，上曰：“壮士，谁知者，以私问之。”中大夫谢公曰：“臣素知之，此故赵国立民意不清为然诺者也。”上使谢公持节问之，必于前。仰视谢公，劳苦如平生欢。欲语问张王果有谋不？高曰：“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哉？今吾三族皆已论死，岂以王亦无亲哉？故为王时不反，独吾等为之，具道本根所以，王不知状。”于是谢公具以报上，上乃赦赵王。上贤高能自立然诺，使谢公赦之，告曰：“张王已出，上多足下，故赦足下。”高曰：“所以不死，白张王不反耳。今王已出，吾则赛矣。且人臣有篡世之名，岂有面目赴世上哉？”乃仰绝抗而死。敖已出，上鲁元公主如故，封为宣平侯。于是上贤张王诸客皆以为诸侯相郡守。语在《田书》传。及孝惠、高后、文、景时，张王客子孙皆为两千石。初，孝惠时，齐悼惠王献陈阳郡，尊鲁元公主为太后。高后元年，鲁元太后薨。后六年，宣平侯敖薨。吕太后立敖子衍为鲁王，以母为太后故也。又连其年少孤弱，乃封敖前父子二人，授为乐昌侯，齿为信都侯。高后崩，大臣诸诸吕废鲁王及二侯。孝文即位，复封故鲁王衍为南宫侯。薨，子生嗣。武帝时，身有罪免。国除元光中，复封衍孙广国为睢陵侯。薨，子昌嗣。太初中，昌作部进免，国除。孝平元始二年，既绝世，封敖玄孙庆忌为宣平侯。时千户赞曰：“张耳、陈余是所称贤，其宾客思义皆天下俊杰。”PG495。 所居国无不娶亲相者，然而与使居约时，相然性死，其故问哉？及据国争权，促相灭亡，何相者慕用之臣，后相背之周也。势利之交，古人修之，盖未是矣。 PG496。 卷33，魏报田丹韩王信传第三。魏豹，故魏诸公子也。其兄魏咎，故魏时封为宁陵君。秦灭魏，为庶人。陈胜之王也，咎往从之。胜使魏人周氏训魏的。魏的以下，欲立周氏为魏王。氏曰：“
天下昏乱，忠臣乃见。今天下共叛秦，其义必立为王后乃可。其赵使车个五十乘，立氏为王。氏不受，因为救于臣，武反，成王乃遣立就为魏王。章邯已破成王，进兵及魏王于陵济。魏王使周氏请救齐、楚，齐、楚遣向他，田八将兵随氏就位。章邯遂即破杀周氏等军为陵济，就为其名曰将。曰将定，就自杀。魏暴王走楚，楚怀王与暴数千人复训魏地。项羽已破秦兵，将章邯暴下魏二十余城，立为魏王。暴引精兵从项羽入关，与封诸侯与有粮的，乃袭暴于河东都平阳，为西魏王。汉王还定三秦，渡临晋，暴以国属焉，遂从及楚于彭城。汉王败，还至荥阳，暴请示清并治国，则绝河津叛汉。汉王谓立申曰：“缓甲往说之。”立申往，暴谢曰：“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驹过隙。今汉王慢侮人，骂立诸侯群臣如奴耳，非有上下礼节，吾不忍复见也。”汉王遣韩信急报，遂掳之，传报一营阳，以其地为河东、太原、上党郡。汉王令报守营阳，楚为之。即周苛曰：“反国之王，难与共守。”遂杀报。田丹敌人也，故其王田氏之族也。丹从地戎，戎地衡，皆豪杰，宗强，能得人。陈涉使周氏略的，北至敌，敌陈守。丹阳为父其奴，从少年之庭，欲夜杀奴，见敌令，应即杀令。PG 497。而赵豪立子弟曰：“诸侯皆反秦自立，其古之建国，丹、田氏当王。”遂自立为齐王，发兵及周氏。士军还去，丹因律兵东略定其地。秦将章邯为魏王救于陵济，即魏王请救于齐，丹将兵救魏。章邯夜衔梅吉，大破齐楚军，杀丹于陵济下。丹从地戎，收丹于兵东，走东阿。齐人闻丹死，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甲为王。田角为乡，田贤为将，以拒诸侯。戎之走东阿，章邯追为之。项梁闻戎急，乃引兵急破章邯。东阿下，章邯走而西，项梁因追之，而戎怒其之力甲，乃引兵归，及主甲。甲王走楚，相角王走赵，角弟贤前救赵，因不敢归。戎乃立丹氏为王，戎相之，恒为将，平其地。项梁既追章邯，章邯兵亦胜，项梁使使去其兵共击章邯。戎曰：“楚杀田甲，赵杀角贤，乃出兵。”楚怀王曰：“田甲与国之王，穷而归我，杀之不易。赵亦不杀田角田贤矣。”是于齐。齐王曰：“父喝手则斩手，喝足则斩足，喝者危害于身也。田甲田角田贤于楚赵，非手足欺，何故不杀？且秦父得志于天下，则以何手用士者坟墓矣。”楚赵不听齐，齐亦怒，终不肯出兵。章邯果败杀项梁，破楚兵，楚兵东走。而章邯渡河为赵于巨鹿，项羽由此怨戎。羽既存赵，将章邯西灭秦，立诸侯王，乃喜其王室更旺。
胶东至即墨，其江田都从共救赵，因入关，故立都为齐王。至临淄，故齐王见孙田安、项羽方渡河救赵，安下冀北数城，引兵将项羽、羽立安为冀北王，至鄱阳。荣以父项梁不肯助除公秦，故不得望。赵将臣于一失职，不得望。二人俱怨项羽。荣使人将兵助陈馀，令反赵地，而荣亦发兵以聚集田都，都王走出。荣留齐王事无知胶东，事左右曰：项王强暴，王小救国，必为事惧，乃王救国。荣怒。PG498。追击杀士于即墨，还攻杀冀北王安，自立为王，进并三齐之地。项王闻之，大怒，乃北伐齐。荣发兵拒之城阳，荣兵败，走平原。平原民杀荣。项羽遂烧夷齐城郭，所过尽屠破。齐人相聚叛之。荣帝横收其散兵，得数万人，反击项羽于城阳。而汉王率诸侯败楚，入彭城。项羽闻之，乃视其而归及汉于彭城。因连与汉战，相聚荥阳，以故横复收其城邑，立荣子广为王。而横相之，正是无惧隙皆断于横。定其三年，文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，齐使华无伤，田解军立下以拒汉。会汉使立时，齐往说王广及相衡与联合，衡然之，乃罢立下守备，送酒，且遣使与汉平。韩信乃渡平原，袭破齐立下军，因入临淄。王广、相衡以立身为麦己而亨之。广东走高密，横走薄，守乡田光走城阳，将军田忌军于胶东。楚使龙且救齐，齐王与何军高密。汉将韩信、曹参破杀龙且、鲁齐王广。汉将灌婴追得守乡光，至薄。而横闻王死，自立为王。还击婴，婴败横军于营下。横王走梁，归彭越。越时居梁的中立，且为汉，且为楚。韩信以杀龙且，因进兵破杀田忌于胶东，灌婴破杀齐将田息于千城，遂平齐地。汉灭项籍，汉王立为皇帝，彭越为梁王。横聚诸而与齐徒数五百余人入海，居岛中。高帝闻之，以横兄弟本定齐，齐人贤者多赴焉，今在海中不收，后恐有乱，乃使使设横罪而召之。横谢曰：臣亨陛下之使立时齐，今闻其弟伤为汉将而贤，臣恐惧，不敢奉诏，请为庶人守海岛中。使还报高帝，乃赵魏魏立商曰：齐王横极智，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至足矣。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赵义曰：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乃侯耳。不来，且发兵加诛。横乃与齐客二人乘船诣洛阳，至师相救至。横谢使者曰：人臣见天子，当喜慕止留。谓齐客曰：横使与汉王俱南面称孤，今汉王为天子，而 PG499。横乃为王鲁，北面视之，其愧故已甚矣。又无亨人之兄，与其弟并肩而事主，纵彼为天子之兆，不敢动摇，我独不愧于心乎？且陛下所以欲见我，不过欲一见我面貌耳。陛下在洛阳，今斩无头，持三十里间，形容尚未能败，犹可知也。
遂自警，令客奉其头从使者持奏之高帝。高帝曰：“嗟乎，有矣！岂不一兄弟三人更旺，岂非贤哉？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，发卒两千，以王者礼葬痕。祭葬，二客穿其冢旁，皆自警从之。高帝闻而大惊，以痕知客皆贤者，吾闻其余上五百人在海中，时使召至，闻恨死，亦皆自杀。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是也。韩王姓，故韩襄王聂孙也，长八尺五寸。项梁立楚怀王燕齐赵魏皆以前王为韩吴有后，故立韩公子衡阳君臣为韩王，欲以辅定韩帝。项梁死定陶，臣奔怀王，沛公引兵及阳城，使张良以韩司徒训韩的的信以为韩将，将其兵从入武关。沛公为汉王，信从入汉中，乃说汉王曰：“项王亡诸江，王独居此，迁也。士卒皆山东人，耸而忘归，及其封东乡，可以争天下。”汉王还定三秦，乃许王信先拜为韩太尉，将兵略韩地。项籍之封诸王皆救国，韩王臣以不从无功，不遣之国，更封为穰侯，后又杀之。文汉遣信略韩的，乃令故籍由吴时令郑昌为韩王拒汉。汉二年，信略定韩的十余城。汉王至河南，信即击韩王昌，昌将汉。汉乃立信为韩王，常将韩兵从汉王使。信与周苛等守荥阳，楚拔之，信将楚以得王归汉，汉复以为韩王，竟从即破项籍。五年春，与信讨服王颍川。六年春，上以为信壮武，北进巩洛，南破宛邺，东有淮阳，皆天下进兵处也。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，喜信以备胡 PG 五百都晋阳。信上书曰：“国被边，匈奴数入晋阳，去塞远，请至马邑。”上许之。秋，匈奴冒顿大入为信，信数使使胡求和解，汉发兵救之，一信数坚使有二心。上赐信书则让之曰：“专死不勇，专身不任，寇攻马邑，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？安为封王之地？此二者正所以责于君王。”信的书恐诸因与匈奴约共攻汉，以马邑降胡及太原。七年冬，上自往击破信军同堤，斩其将望喜。信王走匈奴，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立赵苗亦赵立为王，复收信散兵，而与信即冒顿谋攻汉。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，至晋阳，与汉兵战，汉兵大破之，追至于离时，复破之。匈奴复聚兵楼凡西北，汉令车骑及匈奴常败走，汉乘胜追北。文茂顿居代谷，上居晋阳，使人事茂顿还报曰：“可及。”上遂至平城，上白登匈奴骑为上，上乃使人后移恶事。恶事说茂顿曰：“今的汉的犹不能居，且两主不相恶居七日，胡骑稍稍隐去，天雾，汉使人往来，胡不绝。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：“胡者全兵，请令强弩赴两十外乡，徐行出围入平陈。”汉救兵亦至，胡骑遂解去，汉亦罢兵归。信为匈奴将兵往
来击边，令王黄等说勿成息。十一年春，幸父与胡齐入居参合，汉使柴将军及之，一信书曰：陛下宽仁，诸侯虽有叛亡而后归，折复故位号不诸也，大王所知。今王以败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即自归。信报曰：陛下擢仆驴相，南面称孤，此仆之姓也，荥阳之士，仆不能死，求于相及，此一罪也。寇攻马邑，仆不能坚守，以臣降之，此二罪也。今为反寇，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种离无一罪，生死亡仆有三罪，而欲求活，此五子虚所以愤于无事也。今仆王逆山谷间，旦暮起特蛮夷，仆之思归，如伟人不忘起，忙者不忘事，事不可耳。遂战柴将。 PG501 军徒参合，斩信。信之入匈奴，与太子惧，即至颓当城，生子，因名曰颓当。韩太子一生子婴，至孝文时，颓当即因律其众将，汉封颓当为公高侯，因为相城侯。吴楚反时，公高侯公关诸将，传子至孙，孙无子，国绝。因孙以不敬失侯，颓当谒孙焉，贵姓名显当世。燕帝说以孝位及匈奴，封龙额侯，后作纣金狮侯。父以呆赵为恒海将军，即破东越，封暗道侯。太初中为游击将军，屯五员外列臣，还为光禄勋，绝古太子公，为太子所杀。子心嗣作乌骨珠。上曰：游击将军死事，无论作者，乃复封新帝曾为龙额侯，曾少为郎，朱曹侍中，光禄大夫，昭帝时至前将军，与大将军霍光定册立宣帝，一封千户。本十二年，武将征匈奴，曾将三万骑出云中，斩首百余级，至其而还。神爵元年，代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。曾是贵，又为忠臣，事三主，重于朝廷，为人宽和自守，以温言训辞臣，上接下摩所失意，保身故宠，不能有所见名。五凤二年薨，谥曰安侯。子宝嗣，王子，国除。成帝时，继功成后，封曾兄子曾为龙额侯，薨，子持公嗣。王莽败，乃绝。赞曰：周氏既坏，至春秋末，诸侯好尽，而言黄唐于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。秦灭六国，而上古一列扫地尽矣。楚汉之际，豪杰相望为魏豹、韩信、田丹兄弟为救国之后，然皆及身而绝。恒之至节，宾客慕义，犹不能自立，岂非天乎？韩氏自功高后贵显，盖周列晋语。 PG502 卷34韩彭英卢吴传第四。韩信淮阴人也，家贫无行，不得推责为吏，又不能治身，为商贾，常从人计时。其母死无以葬，乃行营高造的，令傍可至万家者。信从下乡南昌亭长时，亭长妻苦之，乃晨吹入食。时时信往，不为拒食。信亦知其意，自觉去。至城下钓，有一漂母哀之，犯信亦漂数十日。信谓漂母曰：吾必重报母。母怒曰：
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忘报乎？淮阴少年又武姓曰：虽长大，好带刀剑，妾耳。众汝姓曰：能死，赐我；不能，出胯下。于是姓孰氏，抚出胯下。一世皆孝姓，以为妾。即向梁度淮，姓乃仗剑从之，居系下，摩索之名。梁柏又属项羽，为郎中。姓树以策干项羽，羽服用。汉王之入蜀，姓王楚归汉，未得之名，为连敖。做法当斩，其仇十三人皆已。斩，至姓，姓乃仰视，视见腾公，曰：上不欲救天下乎？而斩壮士。腾公其其言，壮其貌，是服斩。欲欲大说之言于汉王。汉王以为至素都尉，尚未其之也。数与萧何语，何其之。至南镇，诸将道王者数十人。姓杜，何等以数言上，不我用，即亡。何闻姓王，不及以闻，自追之。人有言上曰：丞相何亡？上怒，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，何来也？上且怒且喜，骂何曰：若亡，何也？何曰：臣非敢亡，追亡者耳。上曰：所追者谁也？曰：韩信。上复骂曰：诸将亡者以十数，公摩所追，追信诈也。 PG 503。何曰：诸将义德，智如信，国士无双。王必欲长王汉中，吾所事信，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可与继世者。故王策安决。王曰：吾亦欲东耳，安能郁郁久居此乎？何曰：王既必东，能用信，信即留；不能用信，信中亡耳。王曰：吾为公以为将。何曰：虽为将，信不留。王曰：以为大将。何曰：信甚。于是王欲召信拜之。何曰：王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如召小儿，此乃信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则日斋戒，设坛场据礼，乃可。王许之。诸将皆喜，人人各自以为的大将。至拜，乃韩信也，义军皆惊。信已拜，上座。王曰：丞相数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？计策。信谢，因问王曰：今东乡争权天下，岂非向王邪？上曰：然。信曰：大王自料勇悍人强，属与项王。汉王默然良久，曰：弗如也。信再拜贺曰：唯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。然臣常侍项王，请言项王为人也。项王亦乌促皆千人皆废，然不能任属贤将，尚特匹夫之勇也。项王见人恭谨，言与许，人有病疾，替气分食饮，致使人有功，当封爵，刻印。完，忍不能语，此所谓妇人之仁也。项王虽霸天下而成诸侯，不居关中而都彭城，又被义帝曰而以亲爱王，诸侯不平。诸侯之见项王逐义帝江南，亦皆归逐其主，自王善帝。项王所过，王不残灭，多怨百姓，百姓不复，特竭余威，强服耳。民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，故曰其强亦弱。今大王臣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武勇，何不诛？以天下臣一封功臣，何不服？以一兵从司东归之事，何不散？且三秦王为秦将，
将秦子弟数岁而所杀王不可胜计，又欺其众将诸侯，至新安，项王诈坑秦将卒二十余万人，唯独韩信一托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于骨髓。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，秦民莫爱也。大王之入五关，秋毫王所害，除秦科法，与名曰法三章耳。秦明王不遇的大王王秦者，与诸 PG504 侯之曰：大王当王关中，关中民户知之，王师直之属，明王不恨者。今王举而东，三秦可传习而定也。于是汉王大喜，自以为的信婉，遂听信计，部署诸将所及。汉王举兵东出陈仓，定三秦。二年，出关，收魏、河南。韩、殷王皆将。令其赵共及楚彭城，汉兵败散而还。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，复击破楚军所坚，以故楚不能息。汉之败却彭城，塞王兴、狄王义王汉将楚、齐、赵、魏义皆反与楚合。汉王使立身往说魏王报，报不听，乃以信为左丞相即位。信问立身魏的无用周书为大将乎？曰：百直也。信曰：庶子耳。遂进兵即位。魏胜兵蒲坂、塞陵。进信乃意为疑兵，乘船欲渡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阴否渡军袭安邑。魏王报金引兵迎信，信遂鲁报定河东，使人请全王愿意兵三万人，臣请以北举燕、赵，东及齐，南绝楚之粮道，西与大王会于荥阳。汉王与兵三万人，遣张耳语据进击赵、代破代秦，下说恶语。信之下魏、代、汉者使人收其精兵，亦荥阳以拒楚。信尔以兵数万，欲东下井行及赵。赵王陈安君陈于文汉且袭之，拒兵井行口，号称二十万。广武军李左车说陈安君曰：文汉将韩信射西河，鲁魏王秦下说新迭写恶语，今乃复以张耳意欲以下诏，此甚甚而去国远斗，其风不可当。臣闻千里溃粮，事有饥色，乔苏后窜，师不速保。今警行知道车不得方轨，其不得陈列，行数百里，其势粮食必在后。愿足下甲臣骑兵三万人，从间路绝其辎重，足下深沟高垒，勿与战。彼前不得斗，退不得还，无骑兵绝其后，也摩所掠虏，不至十日，两将之头可至膝下。愿君留一臣之计，必不为二子所情矣。臣安君如者，常称一兵不用诈谋其计。谓曰：吾闻兵法，实则为之，备则战。今韩信兵号数万，其实不能。PG505千里袭我，亦已罢矣。今如此必伏击，后有大者，何以拒之？诸侯未无怯，而亲来伐我，不听广武君策。信使奸人窥之，其不用，还报，则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魏，至井陉口三十里，只舍夜半船发，选轻骑两千人，人持一翅，至从间到碧山而望超军，戒曰：赵见我走，必空必逐我。若即入，拔赵至，立汉至，令其皮将传参曰：今日破赵。会时诸将皆无然，
杨应曰：“诺。”信谓君立曰：“赵矣。”先具变的弊，且彼未见大将旗鼓，未肯及前行，恐无阻险而还，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。赵兵望将大笑，平淡信见大将旗鼓，鼓行出井行口，赵开壁击之，大战良久。于是信张耳弃鼓旗，走水上军复击战。赵空壁征汉鼓旗，逐信耳，信耳已入水上军，军皆殊死战，不可败。信所出骑兵两千骑者，后赵空壁逐力及驰入赵壁，皆拔赵旗帜，立汉赤帜两千。赵军已不能得信耳等，欲还归壁，壁皆汉赤帜，大惊，以汉为皆已破赵王将矣，遂乱遁走。赵将虽斩之，弗能进。于是汉兵夹击，破虏赵军，斩陈安军止水上，擒赵王歇。信乃令军吾斩广武军，有身得之者购千金，请之。有复至细下者，信解其腹，东相坐，西相对而失视之。诸校校守鲁修皆贺，因问信曰：“兵法有右背山林，前左水泽。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，约破赵会时，臣等不服，然竟已胜，此何数也？”信曰：“此在兵法，故诸君服察。”二，兵法不曰：“陷之死地而后生，投之亡的而后存乎？”且信非得素府巡视大夫，今所谓屈视人而战之也，其事非至死的，人人自为战，今即与生地皆走，宁尚得而用之乎？诸将皆服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于是问广武军曰：“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何若有功？”广武军辞曰：“臣闻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，败军之将不可以。” PG 506。欲勇若臣者，何足以全大事乎？信曰：“仆闻之，百里奚居于而于亡，知情而情薄，非于于于而至于情也，用与不用，听与不听耳。向使臣安君听子计，仆亦情矣。仆违心归计，愿子勿辞。”广武君曰：“臣闻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亦有一的。故曰：狂夫之言，圣人则焉。故恐臣继位足用，愿效于忠。故臣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，一日而失之，君败号下，生死止水上。今足下鲁魏王，秦下说不寻朝破赵耳，十万众诸臣安军，名闻海内，威震诸侯，众数莫不辍作怠惰，迷衣偷食，轻耳以待命者。然而众劳促罢，其实难用也。今足下举卷壁之兵，顿之燕奸臣之下，秦见力屈，欲战不拔，况日持久，粮食单竭。若燕不破，其必俱尽而以自强。二国相持，则刘项之权位有所分也。臣愚翘以为意过矣。”信曰：“然则何由？”广武军对曰：“当今之计，不如按甲修兵，百里之内牛九日至，以享士大夫，北守燕路，然后发一城之使，奉直尺之书以实燕，燕必不敢不听。从燕而东临齐，虽有志者，亦不知为其计矣。如是，则天下事可图也。兵固有先生而后食者，此之谓也。”信曰：“善。”敬奉教。于是用广武军策，发实燕，燕从风而迷。
乃遣使报汉，因请立章而王诏，以抚其国。汉王许之。楚数使其兵渡河及赵，王耳信往来救赵，因行定赵成邑，发促左汉。楚方即为汉王迎阳。汉王出南之晚夜的九江，王不入城高，楚父即为之。四年，汉王出城高，渡河，独与滕公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。臣自称汉使，持入壁。张耳韩信未起，及其卧，夺其印符，挥诏诸将亦至之。信耳起，乃知独汉王来，大惊。汉王夺两人军，即令张耳备守赵地，拜信为相国，发赵兵未发者及其。信引兵东，未渡平原，闻汉王使立时其以说下齐。信谕旨 PG507 快通说信令及其语在通转。信然其计，遂渡河，其立下军至临淄。齐王走高密，使使于楚请救。信已定临淄，东追至高密西。楚使龙且将号称200,000救齐。齐王龙且并军与信战，为何？或说龙且曰：汉兵远斗，穷寇久战，风不可当也。齐楚自居其地战，兵亦败散，不如生避。令齐王使其信臣昭所王臣，臣闻王在，楚来救，必反汉。汉2000里客居齐，齐臣皆反之，其势无所得时，可无战而降也。龙且曰：吾平生知韩信为人义与耳，既食于飘母，无资身之策，受汝干胯下，无坚人之勇，不足畏也。且就其而降之，吾贺功今战而胜之，其半可得，何为而止？遂战与信家为水镇。信乃夜令人围万余囊，甚杀以拥水上流，引兵半渡，及龙且阳不胜，还走。龙且果喜曰：故知信怯，遂追渡水。信使人掘拥囊，水大至，龙且军太半不得渡，急急急杀龙且。龙且水东军散走，齐王广王去。信追北至城阳，鲁闻楚卒皆将，遂平齐。使人言汉王曰：齐夸诈多变，反复之国难办，楚不为假王以填之，其势不定，今权倾不足以安之，臣请自立为假王。当世时，楚方即为汉王于荥阳，使者至，发书，汉王大怒，骂曰：吾困于此，但目望而来左我，乃欲自立为王。张良、陈平伏后聂汉王族，因父而语曰：汉方不立，宁能进？信之自亡乎？不如因立，善御之，使自为首，不然便身。汉王亦悟，因父骂曰：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望耳，何以假为？遣张良立信为齐王，征其兵使及楚。楚以王龙且向王恐，使须台人伍射往说信曰：足下贺不反汉与楚？楚王与足下有旧故，且汉王不可避，身居相王长，卧中数矣，然得脱。备曰：父及相王，其不可轻信如此。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，然终为汉王所擒矣。足下所以的 PG508 须臾至今者，以相王在。相王即亡，赐取足下，何不与楚联合，三分天下而亡齐？今世歇时，自必于汉王以及楚，且为智者故。若此邪？
姓谢曰：“臣的事项王数年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知己，言不听，画策不用，故被楚归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数万之众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听计用，无得至于此。夫人生轻信我，备之不祥。信为信谢相王。武赦已去，蒯通之。天下全在于信，身说以三分天下，鼎足而亡。语在通转。信不忍被汉，又自以功大，汉王不夺我齐，遂不听。汉王之败故临，用张良计，真信将兵会垓下。项羽死，高祖袭夺信君，喜信为楚王，都不批。信治国，赵所从十飘母四千金，及下乡亭长前百曰：“公小人为德不敬。”赵汝己少年令出胯下者，以为中尉，告诸将相曰：“此壮士也，方辱我时，宁不能死，死之无名，故忍而就此。”项王王将钟离莫家在伊庐，素与信善。项王败，莫王归信。汉乐莫闻在楚，赵楚捕之。信出之国，行献邑，臣兵出入，有便告信欲反，书文上患之。用臣平谋，委由于云梦者，时欲袭信，信服之。高祖且至楚，信欲发兵，自度无罪。欲夜上，恐见秦人，或说信曰：“斩莫夜上，上必喜，王患。”信见莫济事，莫曰：“汉所以不及取楚，以莫在公。若欲捕我处媚汉，吾今死，公随守亡矣。”乃骂信曰：“公非长者，促自警。”信持其守夜于城。高祖令武士复信，载后车。信曰：“果若人言，狡兔死，良狗哼。”上曰：“人告公反。”遂谢信至洛阳，设以为淮阴侯。信知汉王位恶其能，称疾不朝从，由此日愿望居长泱泱，修与将冠等列，常过凡将军怪怪屈拜宋营，言称臣曰：“大王乃肯临臣。”信出门，笑曰：“身乃与怪等为伍，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各有差。”上问曰：“如我能枪戟？” PG 509。和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枪十万。”上曰：“如公何如？”曰：“如臣多多一半耳。”上笑曰：“多多一半，何为为我？”秦信曰：“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，此乃信之为陛下秦也。且陛下所谓天授，非人力也。后臣昔为代相兼编，辞信窃其手，与不于庭树扎养。”天而叹曰：“子可与言乎？吾欲与子有言。”昔因曰：“为将军命。”信曰：“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处也，而公陛下之信，信臣也。人言公反，陛下必不信，再至陛下乃疑，三至必怒而自将。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”臣昔素知其能，信之曰：“谨奉教。”汉十年，西果反，高帝自将而往，信称并不从，因使人之西索，而与家臣谋，夜诈设诸官徒奴，欲发兵袭吕后。太子部署已定，待西报。其舍人得罪信，信求欲杀之，舍人地上书便告信欲反状于吕后。吕后欲召，恐其党不救，乃与萧相国谋，
诈令人从地所来，称息已破，群臣皆贺。相国给信曰：“虽病，强入贺。”信入，吕后使武士复信，斩之长乐中事。信方斩，曰：“吾不用蒯通计，反为女子所诈，岂非天灾？”遂移信三族。高祖已破西归，至闻信死，且喜且哀之，问曰：“信死，亦贺言？”吕后道其语。高祖曰：“此其便是蒯通也。”赵玉亨之。通志自说是伏诛。语在通传。彭越自重，昌邑人也，常于巨野泽中为道。陈胜起惑，谓越曰：“豪杰相立叛秦，众可笑之。”越曰：“两龙方斗，且待之。”居岁余，则兼少年相聚百余人，往从越，请众为常。越谢不愿也。少年强请，乃许。与其旦日日出时，后会者斩。旦日日出，十余人后，后者至日中。于是越谢曰：“臣老，诛。” PG 510。君强以为常，今其而多后，不可尽诛。诛最后者一人，令笑，常斩之。皆笑曰：“何至事？”请后不敢。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，设坛祭，令徒属。徒属皆惊，谓越：“不敢仰视。”乃行略也，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。沛公之从荡北及昌邑，越助之。昌邑未下，沛公引兵西。越亦将其众居巨野泽中，收魏败散卒。相即入关，王诸侯还归，越众万余人无所属。齐王田荣叛相王，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，使夏季英以及楚。楚令萧公缴将兵及越，越大破楚军。汉二年春，与魏报及诸侯东及楚，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外黄。汉王曰：“彭将军收魏的，得十余城，欲及立魏后。今昔魏王报魏就从弟，真魏也。”乃拜越为魏相国，善将兵，略定梁地。汉王之拜彭城解而西也，越皆亡其所下城，独将其兵北居和尚。汉三年，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及楚，绝其粮于梁地。项王与汉王相聚荥阳，越攻下睢阳，外黄十七城。项王闻之，乃使曹就守城高，自东收越所下城邑，皆复为楚。越将其兵北走古城。项王南走阳下，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，得粟十余万斛，以给汉食。汉王败，使使赵越并立及楚。越曰：“魏的初定，尚未楚，未可去。”汉王追楚，为项籍所败故陵。乃谓留侯曰：“诸侯兵不从，为之奈何？”留侯曰：“彭越本定梁的，功多，使君王以魏报故，拜越为相国。今报死亡后，且越亦欲亡，而君王不早定。今取睢阳以北至古城，皆许以亡彭越。又言所以许。”韩信语在高纪。于是汉王发使使越，如留侯策。使者至，越乃引兵会垓下。相即死，立越为梁王，都定陶。六年，朝臣。九年、十年，皆来朝长安。陈豨反代的，高帝自往击之，至邯郸，征兵粮。梁王称病，使使将兵诣邯郸。PG 511。高帝怒，使人让梁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。
其将护者曰：“王使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即为秦，不如遂发兵反。”梁王不听。臣禀梁太仆有罪，王走汉，告梁王与护者谋反。于是上使使掩捕梁王，求之洛阳。有司至反行以据，请论如法。上设以为庶人，喜属青衣。西至镇，逢吕后从长安东欲之洛阳，道见越。越为吕后弃替，自言王罪，愿处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诏与据东至洛阳。吕后言上曰：“彭越壮士也，今喜之属，此自宜患，不如遂诛之，切谨与俱来。”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岳父谋反，廷尉奏请，遂移岳宗族。秦部六人也，姓殷氏，少时客相之，当行而亡。即状作法秦，不欣然笑曰：“人相我当行而亡，即是乎？”人有闻者，共戏笑之。不以论书骊山，骊山之徒数十万人，不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，乃虑其曹偶王之江中为群盗，陈胜之起也，不乃见藩军，其众数千人，藩军以女妻之。章邯之灭陈胜，破吕陈军，不引兵北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引兵而东。文相梁定会稽，西渡淮，不以兵属梁。梁西即景居，秦家等不常冠军。相梁闻陈涉死，立楚怀王，以不为当阳君。相梁败死，怀王与部及诸侯将皆惧彭城。当世时，秦即为赵。赵数使人请救怀王。怀王使宋义为上将军，相及与部皆属之。北救赵，急急杀宋义和尚，自立为上将军，使部先涉河，及秦军数有力。即乃西引兵从之，遂破秦军，将章邯等楚兵长胜，攻关诸侯安，诸侯兵皆服属楚者，以部数以少败众也。相及之引兵西至新安，又使部等夜即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，至关不得入，又使部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，遂得入至感阳，不为前锋。项王封诸将，立不为九江王，都六尊怀王为义弟，喜都长沙，乃因令不及之，不使将追杀之称。齐王田荣叛楚，项王往及其征兵九江，不称并不往遣。 PG 512将将数千人行，汉之败楚彭城，不又称并不左楚。项王有此愿，不数使使者乔让赵部，不越恐，不敢往。项王方北忧其赵西患汉，所与者独步，又多其才，欲轻用之，以故未及。汉王与楚大战彭城，不利出粮的，至于谓左右曰：“如彼等者，无足与济天下事者。”业者随和进曰：“不审必下所谓。”汉王曰：“孰能为我使淮南，使之发兵备楚，留相王于其数月，我知取天下可以万全。”随和曰：“臣请使之。”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至，太宰逐之，三日不得见。随和因说，太宰曰：“王之不见和，必以楚为强，以汉为弱，此臣之所为。”使何得见，言之而是邪？是大王所欲闻也，言之而非邪？使何等二十人服辅执淮南事，以明背汉而与楚也。太宰乃言之王，王见之。随何曰：“
汉王使使臣进进书大王谕者，切怪。大王与楚何亲也？淮南王曰：寡人北乡而臣视之。随和曰：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，北乡而臣视之，必以楚为强，可以托国也。项王待其身负板柱，以为士卒先。大王疑西淮南之众，身自江，为楚军前锋，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，而臣是人者，故若是乎？夫汉王战于彭城，项王未出其也，大王以扫淮南之众，日夜会战彭城下，今服万人之众，无一人渡淮者，因拱而观其孰胜。夫托国于人者，故若是乎？大王提空民以相处，而欲后自托，臣妾为大王不取也。然大王不备楚者，以汉为弱也。夫楚兵虽强，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，以其背名曰而杀义地也。然而楚王特以战胜自强，汉王收诸侯，还守城高荥阳、下蜀、汉之粟，深沟壁垒，分促守角城塞。楚人还兵兼以粮的，深入敌国八九百里，欲战则不得，攻城则力不能，老弱转粮千里之外。楚兵至荥阳、城高，汉坚守而不动，进则不得攻，退则不能解，故楚兵不足罢也。使楚兵胜汉，则诸侯自为惧而相救。夫楚之强，是足以治天下之兵耳，故楚不如汉。 PG513 其是意见也。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，而自托于为王之楚，臣妾为大王获之，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。夫大王发兵而备楚，项王必留，留数月，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。臣请与大王仗剑而归汉王，汉王必列的而分大王，又况淮南，必大王有也。故汉王进使使臣进于计，愿大王之留意也。淮南王曰：请奉命。因许叛楚与汉，未感谢。楚使者在，方急则不发兵，随何直入曰：九江王已归汉，楚何以得发兵？不愕然。楚使者起，何因说不曰：事已够，独可遂杀楚使，无使归，而即走汉并立。不曰：如使者数，因其兵而攻楚。楚使向申龙且攻淮南，向王留而攻下邑。数月，龙且攻淮南，破不均，不欲引兵走汉，恐项王急之，故兼行与随和俱归汉。至汉王方惧床喜，而召部入见，部大怒，悔来欲自杀。初就舍张御史引从官如汉王居，部又大喜过望，于是乃使人之九江。楚以使项伯收九江兵，尽杀部妻子。不使者颇得故人姓陈，将众数千人归汉。汉亦分部兵而与俱北，收兵至城高。四年秋七月，吏部为淮南王，与及相及。不使人之九江，得数县。五年，不与刘贾入九江，又大司马周英因反楚，遂举九江兵与汉及楚，破垓下。相及此，上至九对众者随和曰：辅如为天下安用辅如哉？随和贵曰：夫陛下引兵攻彭城，楚王未去其也，陛下发部卒五万人，其五千能以取淮南乎？曰：不能。随和曰：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？如陛下之意，是何之功贤？
余不卒数万，其五千也。然陛下为何弗如为天下安用？弗如何也？上曰：吾方徒子之功，乃以随和为护军。中尉不遂剖符为淮南王，都六九江、庐江、衡山、豫章郡，皆属焉。PG 514。六年，朝陈。七年，朝洛阳。九年，朝长安。十一年，高后诸淮阴侯，不因心恐。夏，汉诸梁王彭越，甚其海以便赐诸侯。至淮南，淮南王方烈见海，因大恐，因令人不聚兵。后四地郡紧急，不有所幸疾病，就医。医家与中大夫奔贺对门，贺乃后愧。宜从即引医家。姬是王从容与赐，欲贺长者也。王怒曰：女安从知之？俱道王以与乱。贺恐称病。王越怒，欲不贺。贺上便是臣传一长字，不使人追，不及。贺至，上便言：不谋反有端，可先未发诸也。上以其书与萧相国。萧相国曰：步步已有此，恐仇怨望诬之，请细贺，使人为宴淮南王。不见贺以罪王上便，以疑其言国因事。汉使又来，颇有所厌，遂卒贺家，发兵反。反书闻，上乃赦贺，以为将军。召诸侯问，不反，为之。奈何？皆曰：发兵坑庶子耳，何能为？汝因侯腾公一问，其客薛公。薛公曰：是故当反。腾公曰：上烈的而封之，疏爵而贵之，南面而立万臣之主，其反何也？薛公曰：前年杀彭越，往年杀韩信，三人皆同公一体之人也，自疑惑极深，故反耳。腾公言之上曰：臣客故楚令引薛公，其人有筹策，可问。上乃见问薛公，对曰：不反不足怪也，使不出于上。即山东非汉之有也，出于众计，胜负之数未可知也，出于下。即陛下安枕而卧矣。上曰：何谓上计？薛公对曰：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取鲁，传檄燕赵，固守其所。山东非汉之有也，何谓中计？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胜败之数未可知也，何谓下计？东取吴，西取夏蔡，归众于越，升归长沙，陛下自枕而卧，汉无事矣。上曰：是计将自出。薛公曰：出下计。上曰：胡为废上计而出下计？薛公曰：不顾骊山之徒。 PG 515。也至万臣之主，此皆为身，不顾后为百姓万事虑者也，故出下计。上曰：善。封薛公千户，遂发兵自江东及部，不知出反。谓其将曰：上老矣，宴兵必不能来。使诸将，诸将独患淮阴，彭越今已死，余不足畏，故遂反。果如薛公揣之，东及荆，荆王刘贾走死复陵，尽结其兵渡淮及楚。楚发兵与战徐同坚为三军，欲以相救为齐。或说楚将曰：不善用兵，民素未知，且兵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，今别为三，彼败无一，余皆走，安能相救？不听。
不果破齐。一军二军散走，遂西与上兵遇齐西会师，步兵精胜，上乃必拥臣望步军至臣如相及军，上恶之，与步相望斩于魏。步何苦而返？步曰：欲为帝耳。上怒骂之，遂战破步军。步走渡淮，数指战不利，与百余人走江南。步救与番军昏，故长沙哀王使人诱步伪与巨王走越，步幸而随至番阳。番阳人杀步资乡，遂灭之。封奔贺为列侯，将律封者六人。卢绾，封人也，与高祖同礼。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，即生男。高祖、绾同日生，李忠、池阳、九贺两家。即高祖、绾壮学书，又相爱也。李忠家两家亲相爱，生子同日，壮又相爱。父贺阳九。高祖为布衣时，有力士避宅，绾常随上下。即高祖初起配，绾以客从，入汉为将军、常侍中。从东极向极，以太尉常从，出入卧内，衣被时饮赏赐，群臣莫敢忘。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，致其亲信，莫及绾者，封为长安侯。长安故咸阳也。相及死，使绾别将，与刘贾及临江王共位，还从及燕王臧荼，皆破平。时诸侯非刘氏而亡者七人，上欲王绾为群臣，绝望及鲁绝望，乃下诏召诸将相列侯，则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。群臣之上欲王绾，皆曰：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望。上乃立绾为燕王。诸侯的姓莫如燕王者。绾 PG 516历六年，以陈豨事件疑而败。豨者，绾惧人也，不知时所以得从。及韩王信反入匈奴，上至平城垓，豨以郎中封为列侯，以赵相国将兼赵代边边兵皆属焉。豨少时常称穆卫公子，即将守边招致宾客，常告过赵，宾客随之者千余胜，邯郸官舍皆满。豨所以待客如不依交，皆出客下。赵相周昌乃求入见上，据言豨宾客甚，闪兵于外，恐有变。上令人复按豨客名代者诸为不法事，多连引豨。豨恐，因令客通使王璜、曼丘臣所。汉十年秋，太上皇崩，上因事召豨。豨称病，遂与王璜等反，自立为代王，劫掠赵。代上文乃设立名为豨所挂物劫掠者，上自及豨破之。与在高季初，上如邯郸及豨、燕王绾亦及其东北。豨使王璜求救匈奴，绾亦使其臣张慎使匈奴、延豨等军破慎至胡，故燕王臧徒子燕王在胡见慎曰：公所以重于燕者，以袭胡氏也。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诸侯数反，兵连不绝也。今公为燕欲及灭豨等，豨等已尽，赐邑至燕，公等亦且为虏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缓豨，而与胡联合？事宽得长王燕，即有汉籍，可以安国，甚矣。为然，乃司令匈奴兵及燕。绾疑甚与胡反，上书请卒甚。甚还报，具道所以为者。
晚物乃诈论他人，以托甚家属，使得为匈奴奸，而因使犯其之西所，欲令九连兵无绝。汉既斩西，其皮将将严彦王晚使犯其通计谋西所，上使使赵婉，婉称病。又使辟阳侯沈石齐，御史大夫赵尧往迎婉，因验问其左右，婉悦恐，必逆，谓其姓陈曰：“非刘氏而亡者，独我与长沙耳。”往年汉族淮阴、朱彭越皆吕后继，今上病，署任吕后。吕后妇人专欲以示诸异姓王者及大功臣，乃称并不行，其左右皆亡矣。与叵谢、辟阳侯闻之，归惧报，上意怒。又得匈奴将者言张胜王在匈奴为燕使，于是上曰 PG 517晚过反矣，使凡怪及晚。晚夕将其工人家属其数千居长城下后寺，幸上病愈，自入谢高祖崩。晚遂将其众亡入匈奴，匈奴以为东胡卢王为蛮夷所侵夺，长思复归，居遂于死湖中。高后时，晚妻与其子王将会高后病，不能见，舍宴邸，为欲置酒见之。高后进崩，晚妻亦病死。孝景帝时，晚孙他人以东胡王将封为鄂谷侯，传至曾孙，有罪，国除。吴瑞秦时藩阳令也，甚得江湖兼民心，号曰藩君。天下之初叛秦也，秦不归瑞，瑞欺之，因律越人举兵以应诸侯。沛公攻南阳，乃欲瑞之将梅宣与协攻西，立将之，即向与相王，以瑞率百越左诸侯，从入关，故立瑞为衡山王，都诸齐。将梅宣功多，封十万户为列侯。相即死，上以宣有功，从入武关，故得瑞，喜为长沙王，都临湘。一年薨，谥曰文王，子成王成嗣。薨，子哀王回嗣。薨，子贡王又嗣。薨，子晋王察嗣。孝文后七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初，文王瑞，高祖贤之，至赵御史、长沙王中，其定着令至孝惠。高后时，封瑞庶子二人为列侯，传国术士爵，赞曰：“习高祖定天下，功臣异姓而亡者八国，张耳、吴瑞、彭越、秦布、臧荼、卢绾与两韩信，皆缴一时之权变，以诈立成功，贤得列土，难免称孤。见夷强大，怀不自安，势穷势破，蹙谋叛逆，终于灭亡。张耳以治权，质子亦失国，为吴瑞之起，不失正道，故能传号武士，以无四绝，庆流之术，有以以夫者于贾岭而称中也。”PG 518